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，桂林山水属于哪种地貌呢？属于喀斯特地貌。桂林山水是对桂林旅游资源的总称，是中国山水的代表。典型的喀斯特地形构成别具一格的桂林山水。桂林山水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，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，世界自然遗产。桂林山水所指范围很广，项目繁多。桂林山水山清水秀，洞奇石美，包括山水、喀斯特岩洞、石刻等等。其境内的山水风光举世闻名，千百年来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。桂林山水地处低纬度，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，年平均气温 19.8 摄氏度，最热的天气在七八月份，平均温度为 28.5 摄氏度左右，光照充足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条件十分优越，历年四季均可前往游玩。您知道了吗？